阿爸人呢？阿爸，歹势歹势，我来去见两位老朋友，听你白讲，对吧？这位是陈恩的爸爸，丙丁，恁妈妈，我混。恁大家好。歹势，阿达头一遍甲大家见面哦，大家在那等。爸妈，我晚问过两阵，等我结婚恁再来。是安怎啦？啊，阮心肝嘛八字的，啊，都互你黏黏黏黏，甲心袂软去着，无来敢好势啊？即摆你是一个查甫人，毋是查甫囡仔，吼、哦。囝仔头有责任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较早安怎听夜听？啊，拜托国家听，会晓吼，唔通袂记的哦。好啦，啊你迄、那个听恁妈话吼，好个同学，吼啊，唔好卖学，卖像恁爸安尼吼，啊亏待某囝，嗯，好，我袂啦，什么你袂？啊这人，你莫讲，你要给恁爸讲几句好话，讲恁爸确确实实啊真疼某疼囝安尼，啊，你这来还要啊还歹做，阮这后生人这。老爸面子都无你讲，啊，安尼也好啦吼，这伊这电影出来讲，这关后生确确实实啊真故意啦，啊好歹好歹，哦大家放心啦，那也挺嫁予伊吼，应该是会真美满哦。哎呀，无咱先坐，好，已经开始啊。现在。地盘医院红地地，福记中秀福万堂，来。妈妈，请用茶。爸，请用茶。你吃什么？这请妈妈请用茶。这太贵了。你是去做安尼不干呢啊？差不多开讲，水仙来了啊！来，啊，这是你阿妈，阿妈才用的。这是你先看大的，你爸爸妈妈啦。爸爸，才用的。妈妈，才用的。好来，你先来。多谢妈妈，多谢爸爸。阿妈，多谢。爸爸，多谢。妈妈，好啊。多谢。赶紧挂手机。好。谢谢。心出头天，合家平安赚大钱。手术房要替爸动手术啦，医生讲哦，好佳哉病医送了去，爸应该无甚物危险啦。啊，不过医生讲，爸的身躯顶有真侪外力引起的外伤，
所以伊肝脏破裂出血，就是因为外力重击导致的。而且医生判断，爸唔是巴肚嘛，唔是去弄掉，伊是怀疑爸去恐怕。恁爸奈无缘无故去恐怕？阿扁，恁是甲阿伯哦做比拜，恁看阿伯时阵，敢唔感觉伊都会怪怪？有啦，啊，就踮咧迄个饭店口遐，我有看到王天树，会奇怪，迄面色敢那青春顺无啥对，转对起来看麦下者，我看一个人安尼，哦，面啊歪巴巴，佫叫人对起家动手啊。爸，你哪会这么才讲啦？这恁丈人一心要看你甲亚婷的订婚的，我见面讲讲破当时的。啊！而且，之前因过家啊，我调我唔免甲恁丈人头家面子，你要叫我讲啥？好啦，有话好我讲啦。恁爸爸伊唔是未晓处理这件代志，是因为伊知亚婷因爸爸的心理啦。是他真实的啦。啊哦，咱这久拢无见面啊，一见面就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就实在就歹势。这个你无管你了，嘿嘿啦，天叔的个性就是安尼。今日亚婷上店，就算讲救护车开来，伊嘛袂坐起。今日咱拄结亲戚，希望唔通受到这个代志影响哈。我妈讲了无唔对啊。即卖上重要，就是甲对方找出来，让伊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免得红爸白白去红拍。我应该知影是谁对爸动手。我原本是要带陈恩的爸爸妈妈来订婚的现场，啊，结果煞有一位阿伯关伫车内面，啊，甲在爸来甲我救。啊，不过即卖想起来，迄个人应该是超工让爸来找我的。伊真正无对，应该是爱爸去见伊才对。你敢有看清楚迄个人是啥物款？啊，伊正手遮有一个足大的伤痕，敢那是骨伤。有啥会明显刷刷？要找到伊，应该无啥困难。有啦，我迄、那个迄个人吼，我甲云啊，我有看到啦。因到我认得出，因阿哥去指定我去甲认啦。无啦。啊！你这感觉讲，你敢是平时啊，甲警察来来去，去干大家招呼啊？我知影。心脉好啊，大姐，爸爸妈妈给俺拍到底病啊，你现在帮我去查调查啊。啊，今麦到底是啥物状况，还阁唔知影。我是认为讲，上好是等爸清醒了后，咱问清楚再来报警，你较妥当。阿爸，你平常时大细项代志拢无甲足清楚，谁若恁爸红拍你这种反应啊？哈？啊，是当事者，应该安怎做，就要看伊的意思。哎呀，平安无讲，讲无代志，咱就准妥算。唔讲袂要紧，等恁爸精神，我再来问伊。就算你问伊嘛，袂讲啦。伊就是惊你烦恼，才叫我莫讲的。是爸较早遐乌道的兄弟过来找伊啊。今日是陈恩甲亚婷订婚的日子，因一定知影陈恩是检察官，搁较目甲目光安尼，我是真正足惊，今日唔知影搁会做出啥物搁较过分的代志，我是顾虑着大家安全，我才会讲慢车处理。啥物叫慢车处理？你这个时阵就应该讲啊啦！亚婷若伫要订婚，我若是真正讲出来，恁敢有心情替伊去买物件？而且爸娘已经讲过，伊家己处理。伊老在了处理，我伊早就没留遐尼侪目屎啊啦。好啊啦，好啊。伊段时间咱母仔囝是安怎过啊？你拢袂记啊哟？上大汉的，哪会这么袂晓事？妈，你来。呀喂。你妈就是那是有安什么状况？你两个老实跟阮大家讲哦，知无？阿妈，我知，我嘛有专工去拜托医生，定好好照顾爸，咱相信医生，爸的手术一定无问题。你爸爸手术好了后一段时间，恁两个拢等去休困，
家了，你妈妈跟阿妈都好啊。醉了，醉。要你不是一个好心的查某囡仔，你哪会在这？你拄只讲什么听无你意思了？我要搁听你，要搁你手的疤。就算讲你认你我这手的疤，手干怎样？但我无得安怎？我这车出问题时。看你用锁你的车来，我咧真紧张，赶紧找人来斗相共。坐来的时阵啊，你人已经无去啊。哦，即摆呢，看你好好徛伫遮，算讲平安好，平安就好。阮爸给恁的人拍到内出血，即摆带伊当刀呢，你搁假无代志哦？无话哦，你敢有亲目睭看到我拍恁爸？无嘛，饭哦，因为我白吃。我袂用，我袂讲。长乐，我搁真会着伊，我敢袂用来替爸妈经营。就安尼搁无够。阿全不是讲已经有掠着人啊，亲家亲母嘛去做证，啊去过咧。啊啦，家着哟，你唔讲话啊？啊，迄都人又搁放转去啊。现在我放倒去。你来这做啥？雅婷，给。伊就是甲爸拍到断伊遐个人的老大。妈，你看伊的手，照一个伤痕。我甲你借问一下，你是安来甲阮翁婿拍到安尼？伊是倒位去得势你啊？查甫人做的代志，查某人无需要了解。你甲阮爸拍到去动手术，即卖还阁昏迷，这当然是你打。我唔拿你赔偿，爱你食官司，我阁爱你去坐监。呀，我即卖唔是当你个警察局行出来嘛，也无半个证人来甲我指认，啊，这恁小妹敢无讲互你听？你紧走哦，无我阁报警哦。好啦，我连夜会走，啊无，调咱这电视台，伊若精神起来，我就过来看你啊。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你是要得钱？嘿嘿，阿姐，都系看伊讲看遐衰人啊，会看要出得偌济。一支手，就是让恁翁爷开山刀甲我破。这几十年来哦，若讲要算遐利息，除非你来开业家，会生意来我赚，安尼我算该好。业家这条线，我无迄个才调看。王金，你大大考虑，用的时啊，我再过来。我爷爷。我该卖掉，钱拢给你，安尼会用的无？妈，袂用的啦，伊阿店本来就是要给恁爸卖，搁插以前遐兄弟事，即摆用一间店，换咱一家平安，给恁爸甲以前遐切落你，我甲管，安尼敢袂用的？我嘛想要食三餐吧，你莫安尼叫我定定一工干，当来客起骨头啦啊！好啦，恁大家若想讲哦，要安尼食饱穿好烧，顶辈哦都安尼过好啦，唔通哦分这天数呀，一出一年都上上山头。你那是搞什么？你快点！